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有二就有三啊，有二就有三，有三就有四，依此类推啊。我们今天呢啊，又来到了奇迹觉醒啊，也就是奇迹 M 官方手游正式版，好吧？那我们开始游戏。OK。我已经是一个80级的棒槌了啊啊！想尝尝我的棒槌吗？嗯 ，OK， 嗯 ，OK，Sorry， 没钱。来一登录就有佛心公司的宝物可以领取。已经领过了啊！今天可以领什么？啊，对对对，哦，今天更高级呢！我领取，他是说翅膀的进化品是吧？那我们今天来强化看看翅膀啊。我翅膀现在战斗力216。来，我们现在有了进阶翅膀的消耗品神鹰火种，进阶。哇成长这么多啊，有看到吗？几乎是两倍耶，快到两倍啦，哇太爽啦，哇我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，我的战斗力又更高了。好，开始解任务。干得漂亮勇者，干得漂亮兄弟。找到这个女神，穆萨统领，让我通知你尽快赶往勇者。新的地图哦，外来者。冰谷梦魇第三章，我已经来到了第三章。第三章地图。现在就发生战斗的冰怒和罗兰斯在。兄弟，你可不可以用跑的？我在赶时间啦，跑起来！即使败龙哦，冰怒长得很像，冰怒也绝不允许。魔斗凯撒也长得很像巫妖之王，懂我在讲什么的人就是懂。魔斗凯撒，巫妖之王。我需要勇者，陪我一起上去消灭他们。哦，这里开始就好像很多高手。虐菜到哪里都是虐菜。我们冰谷勇者有何惧魔族？第五技能开启了，滑动一下技能栏就能使用了。好，我第五技能开启。先把闪现换掉好了。这是一个增益状态，也就是buff 的意思 ，buff， 好，我自己的状态。那我还是这样用好了。各位滑动一下。稍微滑动一下，可以换到第二格，所以呢，理论上我们辅助状态可以换到第二格，需要的时候再来，过来启动一下，好，就可以换回去了。好，哎呦，这个强化的时间有点短哎。
这怪物不是墨菲特吗？等等，墨菲特有一个造型根本就跟这个长得一模一样嘛。现在天气越来越冷。哦，参加血色城堡，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很好玩的部分。哪怕冰后脑子里都是冰块，来。Come on， 哦哟，哇，这是积分啊 ！Go， 开炮啦！轻轻松松。OK， 击碎大门 ，Go！ 哇，法师真的超猛的，这些怪根本就不被我当小孩子打。好，破坏水晶管。妙死了，谢谢哇，奖励不错呢，好，可以充装的东西 ，OK， 离开，血色城堡 ，easy， 公主竟突然要我，麻烦勇者你保护基努入主，哎呀，要升到90等了，没事。好，我们随便去打个每日。现在可以在战龙中进行灵魂传导哦。OK， 马上又90等啦，90等就来接任务啦。你来的正好。就在刚刚，竟然有人暗杀我！谁？哇，这看起来就很猛啊！哇，这是法师T级套装啊！不过这是他下的命令，很奇怪啊！OK。可怜的暗杀者，是冰后要杀我，那个毁掉了我们当初一切美好的女人。冰后是王吗？哎呦，冰封古堡，哎，我最喜欢副本了。破！哦，这里的怪看起来。好吃多了！哇，这只虫虫好肥呀！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是冰封古堡副本简单模式，啊，将来一定会挑战更艰难的，因为目前为止。对我来讲，统统都是虐菜。轻轻松松。我等一下来秀一下我闪现，还是有伤害的，而且伤害不低哦。爆冰虫，不错，啊，踩死他！我将用冰雪为你立碑。怎么感觉这王的脸部构造都长得一样啊？是不是有点偷工减料？啊，没事，他只要肯喷一点好一点的宝物出来，我就不跟他计较了哈。那我们看这只王要喷什么？
哇帅哦。哎呀，操控失误，操控失误。我真的很喜欢玩他的闪现。在哪里？好，闪现踩你，好像没踩到。好，不跟他闹了，赶快把他干掉吧。Victory！ 帝王之书，这是好东西吗 ？OK， 离开副本。看一下这个帝王之书哈。一转通了，转上是说，哦，是转职的。我要转职了吗？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很强了，还可以转职哦。勇者，你有很多的低级装备囤积在背包中。勇者，请选择魂器页面。好。被勾选品质的装备成功，恭喜勇者，战斗力提升了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。啊。冰封谷啊！我现在目前进入冰封谷，那我已经完成了这张地图的副本了啊。那么下一次啊，下实况一定会更精彩的，后面会越来越精彩。好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各位，拜拜，下次见。